这是什么？来看一下，这金子做的宝剑呢？这能是金子啊？妈呀！怎么了？没搞错啊，美女？没有呀。你是不是拿错了呀？没有，这是我们家孩子参加比赛得的。比赛？能问一下是什么比赛吗？就是那个游戏比赛呀、啊，冒暖壶的那个加特林，哒哒哒打枪的那个。哦，打枪的游戏是吧？对，还去上海参加了大巴车接送呢。可是你看这个外表颜色明显就不对啊。哎，黄金是这种颜色的，你看这两种颜色是不是差距很大？还好吧，基本差不多呀。哎，那重量也不对吧？这么大体积，多重啊？460多克，你看这个体积太轻了。这还轻啊？这不轻了，不少了。我家小孩是冠军，你看那个亚军的金斧头比这个小多了。哎，小明，听我说啊，黄金是一种很重的金属，像这么大的体积，它要是真金的话，至少得2斤重。你讲的不对，我不认同。这哪里不对了？还说不定里面是空心的呢。像我婆婆那个，她的佛头都这么大了，才2克多，这难道是假的吗？哦，你说的那个是3D 硬件工艺，像这种工艺做出来的金首饰都有出蜡孔，你看看，出蜡孔看到没有？在里面，这个有吗？这不是孔吗？这我的妈呀，这不是孔，这哪里是孔啊？这你就是想压我价吗？天哪，我也不说了，行不行？这还你宝剑，你拿走吧，我要不起，这钱贵重了。不要怕，孩子，你还想压我价，真的是没良心。OK。